刚进警校的时候，师傅告诉我，要破案，一定要留心现场的每一个细节。 除此之外，还要懂得主观的推测罪犯是怎么犯案的，还原当时犯罪现场发生了什么。好像这种看似自杀的案件里面，其实暗藏玄机。除了带入犯人的心态，客观还原犯罪现场，还要客观的了解。 被害者遇害时在想什么？金钱、感情、仇恨，是最常见的犯罪动机。 小心着凉啊！怎么有带伞呢？爸爸来啦！哎，快走吧！拜拜！拜拜！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张老师，你好。 你是哪位？哦，我是小云的妈妈。啊，你好。嗯，小云已经放学了吗？啊，中午放学以后她就走了，是我送她出门口的。中午就走了？对啊，我还亲自送她上车呢，是她爸爸来接她的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来了来了，爸，怎么了？林峰去接小云，现在还没回来，我刚给他们老师打过电话。 根据分析，枪是假的，那个磁盘的内容还在破解之中。丁叔叔，那你，局长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姚杰，姚队长，也是刘英回来的犯罪心理学专家。我们先看看内容吧。看什么？啊，对不起，可以了。 这个是94年3月22号录的。94年，那一年，小双也被绑架过，绑匪说要给10万块才能放小双，我付了。小双出来之后，我怕有危险，就马上搬了家。你没有报警？小双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敢报警吗？破财免灾吧。
那你记不记得其他的细节？没有，记不起来了。丁局长，那个磁盘显示的是20年前一宗不知名的绑架案，而叶双20年前也被绑架过。经过这几天的现场勘查与学校走访，我觉得两个案件很可能有关联。我也觉得有点可疑，你尽快从多方面调查一下，但一定要竭尽全力保证人质及人质家属的安全。这两间是客房，那间是我的房间，这边是小孩的房间。我们分手吧。嗯。两年，英国，你去读你的心理学吧，我有我的选择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这个是什么地方？是我们决定一起走下去的地方。啊，他对你好吗？很好啊。他还有没有什么家人？没有。我想知道他之前有没有跟别人有什么冲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人很好，对我也很好，他对其他人都很好。你是怀疑我老公？不要这样，先听我说好吗？我需要更多的资料。你女儿的房间应该是住两个小孩吧？还有，小云的照片全都是4岁之后拍的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？这是我的家事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从你报警的那一天开始，就不光是你的家事了。希望你明白。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，都是因为我。我本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那时候我们刚搬进来，我觉得窗户上的防盗网太有压迫感，都是我太任性，一定要把它拆下来。爸爸，爸爸，这是在哪儿啊？
爸爸，醒醒啊，爸爸。嘿，小云，乖，乖。爸爸，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？嘿，你看过《爸爸去哪儿》吗？看过。我们上电视了。来，对着镜头，笑一个。嗨。回来了。怎么那么湿啊？我只有两只手啊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呢？喂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。我帮你接。但是我累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今天接到一个新的案子，今天晚上会睡很晚的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要和你爸爸。OK， 嘿，一、二、三，好了。先睡吧，乖。喂。哦，对了，给。哼，坏蛋，等你啊。凌云被绑架的时间为12:13，车型和车牌都和林峰的车一样，而林峰在途中出事的时候。相差不到一个小时，很像20年前的一宗交通意外。受害者也是消失不见了。姚队，屋里没人，开吧。是。姚队，小心点。好，工作一点。过。再过。OK。叶双，我考上剑桥法学院了，你的机票我也买了，一起去吧。你去你的吧。干嘛？这个房间不用了，去吧。镜头一共装了8个位置，你检查一下。姚队，他回来了。
那你们俩就好朋友吧。好香啊！哇！哦，吃蛋糕了。洗手啊！蛋糕吃了。哎，肖哥，请你帮个忙。这个磁盘我在电脑打不开。哦。哎呦，加了密啊！等等啊！啊。跟老方签了合同了吗？听说老方最近违规交易，人都跑了，警察也在找他。小强，小强被绑架了。哎，报警吧！不行，淑君和小强还在他的手上，我不能让我的老婆孩子出事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已经派人去查找他们的下落了。这些东西是和磁盘一起送来的，现在关键是要搞清绑匪真正的动机。是他逼你跟老方做生意的吗？把声音调大一点。要的东西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我要的是我的女婿和我孙女平安回来。钱在后面。你工作好辛苦啊，所以我已经学做了清火绿豆汤给你喝。你碰了我的资料，太乱了，我就收拾了一下。你看，档案袋放这儿了。我说过多少次不要碰我的东西，它对我很重要。现在乱七八糟，我怎么找呢？可是现在你不觉得整洁了很多吗？什么年份我都找不到了。我求求你，我不碰你的东西，你也不要碰我的东西，好吗？对不起。我去给你准备清火绿豆汤。
今天在轮渡上的人是谁？是我请人找凌风跟小云的。你跟踪我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。20年前的事，你记不起来，是因为你得了脑退化症。爸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对不起，我是你女儿。你坐一会儿，我弄点东西给你吃。让我去。从小到大都是我弄给你吃的，没事。知道了，发过来吧。妈，林峰是个跟屁虫。妈妈。叶霜他在撒谎，他才是。谁是？谁是？你是跟屁虫。爸。爸，摄像头装到家里了。包伟怎么进来的？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去找一下姚杰，看他有什么看法。怎么了？在我爸家发现这个，你说绑匪为什么这么做？我爸会不会有危险？啊，应该没有。是我装的，我是为了保护你和叶叔叔才装的。你怀疑我爸？但后来我发现他确有可疑，所以才怀疑他。Sorry， 我爸多疼过你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是我老公和我女儿失踪了，你居然怀疑我爸，你到底是怎么查案的？你从来没告诉我你被绑架过，我需要知道细节的问题。叔叔老实说记不起来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应该不记得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监视他吗？你监视他，你不知道他得了脑退化症吗？你不知道什么叫脑退化症？我老公跟我女儿被绑架，我爸心里比我还难受。我请你以后不要骚扰他，谢谢。你先睡吧。我去找些资料。哎，啊，乖了，你回来！哎，好久没见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算你有良心，要是平常不下雨啊，想让我陪你都没时间。来，喝一杯。国外待那么多年，不会连酒都没学会喝吧？我是去读书，不是去学喝酒的。不会吧？哎，我最近在查一宗交通意外事故，伤者消失不见了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我记得20年前你查过类似的案件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我就知道，我已经退休了，不管了。来，何强，你是我师父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求求你了，帮帮忙。
这宗20年前的案子，看似一个生意人杀了他的同伙，然后又畏罪自杀了。不过，奇怪的是，他的老婆在一宗交通意外中消失不见了，到后来，连他的孩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你觉得他的老婆孩子会不会被人绑架了？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。虽然我们一直全力侦破，但始终找不到新的线索，这里面一定另有玄机。我记得那天一接到报案，我就马上赶到了事发现场。啊，对，死者名叫方旭，是一家软件公司的老总，最近他的公司被查出了违规交易，所以他已经失踪了一段时间了，可是凶器我们还没有找到。死因呢？初步判断是枪杀，从伤口来看，死者是被7.62口径手枪从背部近距离射杀，子弹穿过心脏，透过前胸以致死亡，所以弹头应该还留在现场。嗯。死亡时间呢？从尸僵缓解程度和尸体腐烂程度来看，应该可以推断到4天甚至5天，而且从现场情况来看，凶手比较匆忙，所以大雨冲刷过后尸体很快暴露出来。对了马队，我们查到这个人的违规交易是和一个叫肖鑫的人有关。你是肖鑫？啊啊，我是警察。有个案子想麻烦你跟我回局里一趟，协助调查。啊啊，那请你们先坐，我换件衣服，很快。好，陈强。这也来了，老方死了，警察找上门来了。这枪开过，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，都会算在你头上。在警察找到我之前，我一定要先找到舒俊和肖强。怎么找啊？他们绑架了嫂子和肖强，又不要钱，还要你去杀人？他们一定是要钱。这是怎么个要法？没事，走。
小心从窗户爬下去的，你们马上从后面堵截。快！警察，别动！别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点！警官，刚才有人给我300块钱，让我从这儿爬下来。要不然把一切都告诉警察吧。有用吗？绑匪处心积虑就是想让警察不相信我，就算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，那也不过是脱罪的借口。是我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就这些了吗？我知道了。他说什么？你在这儿等我。动手吧。喂，你是不是报警了？我警告过你不可以报警。我没有啊。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乱说话，照我说的做，不然的话就等着给你的老公和女儿收尸吧。我知道，我都听你的。你看到 A6 检票口了吗？旁边有一个广告灯箱，车票就在垃圾桶上面。G85，警察，这些是我。警察，八号车厢在哪儿？往前走三个。我已经在车上了。喂，我老公跟我女儿呢？下车。什么？我叫你下车上对面的车，7号车厢，走。下车！什么呀？对不起，这个发夹，小朋友，这个是谁给你的？刚才有一个叔叔在月台给我的。对不起。我记得，这是2年前我给小云买的生日礼物。2年前的事情您记得那么清楚，我想叶先生的脑退化症应该康复了，那么20年前的事情也可以记起来了吧。你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也蛮厉害的，我得病你也知道，现在是林峰跟小云被绑架了，就算我记得20年前的事情，对这个案子有帮助吗？我们走。这个文件，再帮我核对一下。姚队，人已安排好。嗯，好。叶先生，听说你的女婿和外孙女被人绑架了，是不是有这件事情？谢谢关心，没有这个事情。还有，那么请问警方现在是否掌握了相关证据？这次只是一般的人口失踪案件。那
和1994年3月22号一起意外交通后的人口失踪案是否有关联？所有的可能性我们都不排除。如果你们有任何消息，请尽快通知我们警方，可以吗？对呀，你说两句吧。林太太，你难道就不担心你的女儿和先生吗？1000万，只要你放了我老公和我女儿，我愿意给你1000万。您这么说，是证实老公跟女儿真的被绑架了吗？这是绑匪的要求吗？不管你绑架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动机是什么，不管你要什么，哪怕是要我的命，我都给你。对不起啊，我求求你放了我老公。太太，求求你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绑匪的动机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不是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还以为你是我男朋友吗？你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？绑匪已经出现在火车站了，你应该查出他是谁，不是坐在这儿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如果他们真的要钱，早就跟你开口了。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，他们会要你的命。我的命怎么了？我的命还重要？你现在应该查出到底是谁把我老公和女儿关起了，其他都不重要。你们应该查出来绑匪到底在哪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。我的这条命，在小亮死的时候就已经没了。饭做好了，一起吃吧。我不吃。小云呢？小云呢？没事的，我把她留在爸爸那里了。来，你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。对。汤很好喝。你觉得隔壁的陈哥和嫂子人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没有吵过架。是啊，他们人很和气。听说他们要不了孩子了。是吗？差点给忘了，好看吗？我已经把小云18岁以前每一年的生日蛋糕都订好。为什么？我知道小亮死了以后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你伤心，我阻止不了。我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陪着你。如果你真的不想活了，陪我喝一杯。这酒我下了毒，你放心，我们走以后，陈哥他们会照顾小云的。你想清楚，我们两个现在就可以走，如果不……为什么这么伤？为什么？这都必须好好活下去。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不要，我
不要这样惩罚我。真棒。病了，回去陪他几天。过两天我陪你去吧。好吧，那就让我妈过两天再病吧。你应该知道这个案子对我很重要。你有哪个案子不重要啊？姚姐，咱们俩在一起两年了，我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动作，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你说你那么厉害，你还能看穿我的心？那你为我做过什么吗？嗯，我想和你好好吃顿饭，我们吃了吗？没有吧。我想和你好好看场电影，也没有去过。你说我想要的这些东西都这么简单，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。你根本不懂怎么爱。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的选择不是你吗？不管什么原因，我相信你没有后悔当时的决定吧。你真的很厉害，总是能猜对别人的心理。你发现吗？你每次说话都会说我觉得我认为然后什么什么，你从来没有变过。就算你所说的客观也是你认为的客观，你总是那么自我。如果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想跳到他的心里面，看到他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，不是你所谓的代入性的思考，你为什么不试着跳出来，站在外面替你爱的人多考虑一些，多做一些实际行动？可是你从来都没有。好好跟你的工作谈恋爱吧。失恋了？算是吧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希望如此吧。我之前跟你提过20年前的那件案子，有些细节我还是不明白。你不是会带入犯罪现场破案吗？怎么还来找我？当局者迷，我想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，应该能看到更多。行啊，学会客观看问题了，好事儿。全部到一号厂房，前后门分开通缉。
叫救护车。是。后来我们发现，接走肖鑫的车在城东的一个山坡上被烧了。怎么了？姚队，刚才绑匪寄了一段录音到电视台，要林太太今晚12点一个人到20年前绑架她的地方。那林太太怎么样？她不见了。我说过要你们24小时保护她的。他今天一出门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跟着他，可是后来我辆车突然把他给接走了。什么车？这个我们还在查，赶快把那个车找出来，快点。是。会是谁接走了叶双呢？来的是你。我怕你出事，所以偷偷跟着你，没想到遇上警察。这么说我得谢谢你了，谢谢你暗中保护我。你明天真的要去见那个人吗？还有别的选择吗？除非淑君和萧强能安全回家。见了那个人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你我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应该了解我处事的方式。你要让我死，我就一定跟你拼了。我跟你下去吧。哎，不用，留在车上。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马上报警。好，小心一点。我这又是啥人了？姚队，我们接到报案，在柏林小学门口发生了一宗凶杀案，还在车的后座上发现了林太太。Thank you.
事都在这边买户主，都看得可从那边可快了，也追过来了。小队，林太太已经被送往医院了，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在后车座上昏迷了。还有，这是死者留下的身份证。还有什么证物？凶手留下的指纹，指印很清晰。小强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已经报了警。告诉我，小聂跟林峰在哪里？说，在哪里？说，在哪里？我老婆呢？你带了多少钱来呀？叶城，你给我出来！叶城，叶城，出来！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？在你开车接我的时候。真正的绑匪，在我帮他办完事之前，他是不会让我被警察抓住的。是你自己报的警。我知道肖鑫现在在哪里，东郊钢铁厂一号厂房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违规操作杀了方总，都是你干的。方总，以我们的关系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吧？嗯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你签的字吧？嗯，我们之前不是这么谈的，这些违规的交易，你会害死我的。方总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放我一条生路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跟我的搭档交代啊？你给我一条生路吧。那是你的事儿，与我无关。方总，方总，我求求你，方总，我是合法生意人，你活该，你活该，你活该。废是被老方算计，我也不会违规交易，是他逼我的。够了，你怎么做生意是你自己的事情。这都是您业务的授权书，请您看清楚。肖总，真的要考虑清楚啊！这要是一签下去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用说了，东西你拿走，这是我所有的生意和给你的授权书。放了淑君和我儿子，你干了这么多下作的事情，无非就是为了这些。我保证，只要你答应了条件，我带着全家离开这里，永远不再回来。不，你不会放过我的。为什么？我给你做事那么久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老婆呢？嫂子，嫂子的死是意外，我也
杀他。叶城，要我的命我无所谓，我认了，可你为什么要伤害淑君？为什么？淑君是无辜的，这个王八蛋，你居然还敢再叫他嫂子！那么多年我跟你做生意，你教过我要成功一定要狠，不可以给对方翻身。当年我杀嫂子，因为他一定会知道是我。闭嘴，我从来就没有教过你，是你想学我。公司能上市全凭我芭比的软件，没有我你哪有今天？是你骗我的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就是一辈子也学不了我。叶城，你真的以为我只会这样来见你吗？爸爸，小叔，叔，小叔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他叫邓哲。我老公跟我女儿呢？我老公跟我女儿。你认不认识他？姚队，什么事？死者生前联络过叶城，还有我们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你的照片。嗯嗯。喂喂，姚队，我们在西郊的一个货柜厂里找到凌峰跟凌云了。好，小云，看看谁来了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和爸爸顺利完成任务了，你有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吗？什么？傻丫头，那是录播的，妈妈哪有那么快看到的。没事了，没事。小队，我们在高压电塔下面发现叶城的尸体了。放了小乔，把枪扔过来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他。不要，要是敢伤我的儿子，我就让你的女儿一起陪葬。我说到做到，把枪扔过来。准十三号码头上胜利号船，爸爸十二点之前一定会赶到。你先走，啊，还有，把这个拿上，千万不能丢了。快走，快！Thank you.
跟妈妈说你乖不乖啊？嗯，妈妈，我好乖的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姚杰。啊，谢谢。我想知道，在这段时间你记不记得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，或者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一直被关在货柜箱里面。可是昨天晚上，我好像听到爸爸跟一个叫肖强的人说话。内容，没听太清楚。我打电话给我爸。不用了。孩子先让我们照顾吧，你们先上我的车。来。好。谢谢。来，交给我吧。什么情况？姚队，初步断定是枪杀案。林太太，你不可以进现场。叶叔叔把肖鑫杀掉之后，伪造了犯罪现场。不可能，我爸不可能这么做。经过鉴定，那副骸骨是个女的，死了已经20年，我怀疑她就是肖强的母亲。所以那个肖强回来是要找爸爸报仇是吗？我想他有另外一个动机，就是利用你和女儿，逼叶叔叔带他去埋尸体的地方。只要我们抓到肖强，真相就会水落石出。我们现在已经全力通缉他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我先走了。对了，那个女人的骸骨会怎么处理？如果没有人认领的话，我想殡仪馆会处理。爸爸，茶画好了。哦，好看，送给叔叔啊。叔叔，这是送给你的。感谢。不用谢，叔叔。去洗澡吧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家伙被人绑架了，也一样睡得很香。哎，对了，我接到殡仪馆的电话，说那个女人的骸骨已经火化了。我明天去帮她把后事办了吧。为什么那么关心那个女人的事儿？不管她跟爸有过什么恩怨，我们把她安葬了，也当时积德做善事了。我陪你去。不用了。你明天上网看一下美国的哪个城市比较好。美国？你不是一直想去美国看一看吗？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哎，姚队，这么晚 ，DNA 报告怎么样？我还没完全整理好，先给我看看吧。哎，反正这个案子都是我主管。不要难为我，我们是老同学。
我觉得你应该去洗手间解放一下。嗨，嗯，我上洗手间很快的，一分钟。老婆，你老婆在我手上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萧强。萧强，想缴回你老婆，准备200万，时间地点再通知你。喂，我老婆，我老婆在哪儿？大家注意，老板请下。我老婆她在哪儿？报刊亭上刚送到的杂志，第二本第一。哦，给我追！不要冲动，站住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那么冲动。让一下，警察！让一下，对不起。站住！让一下，站住！捡钱呢？快捡钱！快捡钱呢！让一下！哎，你干嘛呢？过来吧，你抱我！警察！别跑！警察！对不起，警方！哎，别干嘛呀？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让一下，警察！老板上了往西方向的地铁，我们被甩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们先回来。是。GPS 追踪已经开了，开车去下一站等他。是。打开道路监控。是。老板在东环线从 G12B 出口往滨海高速，他车在前面。姚队，我们发现目标，已经跟上。加速，追上去！你们不要追得太紧。
桥板向彩虹桥的方向开去，通知交警队封桥。是。如今呢？警察知道了。我甩掉他们的时候，把钱丢了。你先放了我老婆，我一定把钱给你。你为什么？叶叔，20年前，他爸爸害死你爸爸，还有你妈妈。我帮你报仇了，萧强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杀了叶城，如果让他知道你就是真正的凶手，你怎么办？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不是，我没有。你是为了报仇才接近他。你不要忘了，你一家人，你的爸爸、你的妈妈，还有你的女儿，都是被姓叶的害死的。我没有说错吧，萧强？没有小强了。叶城死之前，我已经知道小强很久以前已经死了。我心里早就没有恨了，我就想知道我妈妈埋在哪里，就想陪陪她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杀死叶双？我真的很爱他。怎么会？带他走。不许动！林峰，不许动！不要！林峰，别乱来！谢师傅，快走！快走！走！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必须相信我。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杀爸爸，我只是想知道妈妈埋在哪儿。你必须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快走，快走。太迟了，你好好照顾小云。老公，听我的话，过完今天我们就可以从头开始。快走，快走。为什么要杀邓哲？是林峰指使你的吗？他给你什么好处？
让你替他杀人呢？邓哲的确是我杀的。我答应过林峰，要保护好叶少。他已经被抓了。当年我跟他一块偷渡的时候，他救过我，我欠他一条命。不要打我爸！不要打我爸！把他扔进海里！不要！不要！小恒，你还我吧！还我吧！你还我吧！把他也扔下去！别让他，他不要在我这儿。早说嘛！过了这么多年，其实林峰早已放弃了复仇的念头。我求求你放了我老公和我女儿，我求求你！不算了吧。要是被我老婆发现了，你叫我怎么面对她？你疯了吗？就差最后一步了，你先放弃吗？当年我爸被扔到海里，我想把他找回来，可是却没有机会。你呢？就差一步了，就差一步就可以为你父亲报仇，把你妈找回来。那你为什么要杀叶城呢？不，他的死是个意外，是他想杀了我。在哪儿？就在这电塔下面。快！谢谢你买了我的软件，还帮我申请世界专利。谢什么？我们是好兄弟。赚了钱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把你的软件推广到全世界。我要让所有的华人都使用你发明的软件发中文。那我们就可以买这层楼当我们的办公室。你怎么想了？要买咱们就买一栋。现在你可以放了林峰吧？可以了。哎，人是我杀的。DNA 报告已经证实，舒君和林峰是亲生母子。在我的家乡有一个习俗，把自己的头发跟亲人的骨灰放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永远陪伴自己的亲人。可以了吗？张恒已经告诉我，林峰早已打消了杀你爸的念头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爸的病引起的。
爸。啊，坐。这么急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以后公司的生意，我打算全部交给你打理。医生报告说了，说我患了脑退化症，以后公司，小双、小云，全靠你了。这什么意思？爸，我听说美国有一种新药。有些事情记不住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有些包袱背了一辈子，可以放下，太好了。哎，爸，我来吧。其实你早就知道你老公就是肖强。我终于明白，女人所说的爱，到底是什么？到了。你不是说你很想你妈妈吗？其实我跟你一样，从小我妈妈也不在我身边，所以每一次我只要一想她的时候，我就会到这儿把要跟她说的心里话大声地喊出来。叶双很会照顾我，我们一起很幸福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妈，他又欺负我了，你说我是不是该不要了？你敢不要我啊？